欢迎大家观赏第十八集的普京战胜。从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至此之中已经超过了150天，乌克兰每天军队的损失根据美国军方曾经在网络披露，差不多每天大概的损失超过500到600人左右。而且最近根据俄罗斯军方表态，乌克兰在这场战事中某天曾经一天损失超过1000人的阵亡数字，十分的吓人。这1000人的死掉是在顿巴斯地区发生，俄罗斯用精准的导弹击中乌克兰在顿巴斯克的第35海军陆战队、第54机械化旅、第81空中机动旅、109反恐旅的临时部署点，导致乌军这天在顿巴斯克损失的总数达到1000人阵亡的惨烈数字。除此还损失了重大的军队资源设备。俄军在顿巴斯克一天就打击了乌克兰的6个旅，导致超过13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于顿巴斯克地区，这给予乌克兰一个沉重的打击。除此，俄罗斯的黑海部队在黑海处发射导弹击中基辅附近的办公楼，造成100多个人伤亡。导弹袭击损坏了几座建筑物和40多辆汽车。除此之外，现在俄罗斯普丁大帝发出重磅消息，所以乌克兰的居民不论是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地区都可以正式加入俄罗斯，成为合格的俄罗斯人民，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查工作，也不需要说加入俄罗斯的人民需要会讲俄罗斯语。这严重的给这个乌克兰的泽卢斯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泽卢斯基想组织100万的大军反攻俄罗斯，但是现在如果俄罗斯宣布所有的乌克兰居民都能够成功的加入俄罗斯人民政团，这样乌克兰要征军的人民和军队往哪里去呢？这简直是一给予乌克兰泽连斯基一个沉重的当头棒喝，一个沉重的打击，去哪里找兵源呢？而且自此之中，现在土耳其已经安排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土耳其签署了一份重要的协议，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允许把粮食从黑海运出到世界各地，这从而解困了全世界对粮食困境的危机。虽然在这场签署协议中，乌克兰与俄罗斯都不同在一个座上签字，先是俄罗斯签了字，然后再等到俄罗斯的人军人离开，乌克兰的军人才到协议处签署这份文件。总而言之，这已经开场了黑海让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粮食能够运往世界各地，这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不会因为这场战事而全世界的人都要挨饿没有粮食吃，也会减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等等的问题。如今在这场战事中，俄罗斯部队是越战越勇，而乌克兰的部队是节节败退。军事专家认为，在8月14日之前，俄罗斯大概的成功率能够拿下2个重要地方，就是顿内斯克与卢甘斯克。现在乌克兰想集结一支超过100万部队，而且是应用西方所供应的武器部队，向俄罗斯发动总反攻。这次的反攻，乌克兰想发生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部分，而乌东部分的战事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多月。由于这场战事对乌克兰的损失十分的惨重，对于乌克兰是否能够成功的集结100万大军，这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全世界的问号。而这种信誓旦旦而信心满满的背后，乌克兰这次的表态只是为了
让西方各国吃了一番定心丸，但对于乌克兰是否能集结去百万大军，集结成为一个天大的问号。而俄军改变之前的大开大合的战术，改变成为把兵力集中在某点地区后和重点地区后，已经取得不错的战果，特别是对乌东地区的掌控，而让乌方已经失去了与俄罗斯谈判的最大的筹码。按照六月基辅对外的发出的消息，北顿内斯克已经完全被俄罗斯军方所控制。目前俄罗斯军队正在努力恢复市区城市内的秩序，毕竟拿下北顿内斯克，这大大的提高俄罗斯部队军人的士气。而且在北顿内斯克，乌克兰集结了大量的境内部队在那边防守，所以对俄罗斯拿下北顿内斯克，可以对乌克兰来讲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损失。能排除俄罗斯随着节节胜利会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生大规模的第二次的反攻行动。随着这场俄乌大战的开始，其实是一场由美国和北约幕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周旋的大战争，而真正的发生地区在乌克兰，也间接的伸展到欧洲、北约，而且欧盟地区。而且美国要北约不断的对乌克兰给予大量的军火设备的供应，这会严重造成北约以及欧洲各国对于军火的库存逐渐的下降，简直可以下降到谷底。这也严重的危及北约欧洲各国之间他们本身的战略军事安全问题。种种欧洲各国对此的不满正在不断的加剧，而且美国一直要求施压北约以及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石油等采取经济的制裁。不过反观之，北约以及欧洲各国非常确要的要俄罗斯供应天然气以及石油，这严重的造成欧洲北约各国国内的物价高涨，欧洲各国北约各国需要花费更高价，可以说是双倍或三倍的价钱来采购海外的能源，造成国内人民严重的暴动、游行、不满，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明白来讲，北约以及欧洲各国简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短时间内还能承受，长时间来讲，北约以及欧洲各国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这也之间会离间了美国与北约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俄乌战争的支持度。这也造成最近一些欧洲各国对于俄乌战争背后的支持产生了重大的动摇。而且现在的气候已经逐渐转凉，慢慢由春夏秋而转冬，如果在冬天的时候俄罗斯忽然切断了对于欧洲北约各国的天然气、石油等供应，这将会把欧洲各国打到谷底，使他们无法生存度过这个延长的冬天。而且现在西方各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可以说是打水漂，所以泽罗斯基为了让西方吃定心丸，所以骗了一大堆的谎言，说会集结百万大军反攻俄罗斯。这完全是避免欧洲各国对乌克兰失去信心，而且失去了对乌克兰的军援。如果一旦失去了军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又能够撑几天，泽罗斯可以讲是心知肚明了。现在乌克兰泽罗斯基说要集结百万大军，这个问题是个天大的天坑，完全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完全不能够实现。特别军事专家曾经评估乌克兰的军事人员总数差不多是20万左右，准军事人员为
11万，而预备役为90万。经乌克兰的军队不断的增兵，要凑足100万是可以达到的。不要忘了，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而乌克兰的阵亡人数已经不断的逐日双数的增加，乌克兰军人的逃兵役已经投降也在逐日的增加。此次的乌克兰是否能召集100万的武装力量，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问号，是一个天大的谎言。退1万步，万一人员召集而武器不能够凑足，这也完全无法产生战斗力反攻俄罗斯，最后的结果只能够以失败告终。而最大的重磅消息是，俄罗斯的普京大帝总统已经向乌克兰所有的居民号召，说可以不需要经过检查成为合格的俄罗斯居民，不需要有任何身份的检查，也不需要能够讲俄罗斯语。这已经让大约超过5-6成的乌克兰居民乐于加入这场俄罗斯的人民国籍，从而使泽罗斯基要征召100万大军的梦想成为海市蜃楼，掀起大规模的乌克兰居民加入俄罗斯的入民潮。乌克兰想要坚持下去简直是难上加难，简直是雪上加霜。所以乌克兰早日回到谈判系才是化解这场战事的最好佳方案。想获知最新的乌克兰俄乌战事，普京之乌克兰，请到第19集观看。谢谢大家观看这次的普京战胜第18集，我们下一集第19集再见。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